不回家呀？我都下班了，加油吧。我的妈呀，志峰啊，这是咋的了？这是咋的了？你看不出来，我让人给削了。二米粒啊，二米粒这手怎么这么勤快呀？咋天天削你呢？什么玩意儿？二米粒啊，是外人。谁呀？我告诉你，大姐夫，俗话说得好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亲妯娌，谁能为我两肋插刀？只有一袋挑。继续给我报仇啊！好好好好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在哪儿啊？二号楼门前啊！你说刚才黑灯瞎火的削我，我都没看着是谁。赵经理啊，咋的了？赵经理，我让人削了。哎我的妈呀，你也被人削了？妈呀，二姐夫又让二姐给削了。你二姐夫咋那么亲近呢？老削你呢？去你的！哇，这回不是你二姐，谁呀？二号楼门前，不知道谁给我削了。妈呀！赵经理啊，我也在二号楼门前让人削了。哎呦，胆儿太大了。哎呦，这家伙，你俩都在二号楼被人削的啊？你这事儿得管呐、啊。这人挺厉害呀。啊，这一削削俩呀，这是、啊。这什么情况？跟我说一下。就在刚才二号楼门口，我去取车，我在看车，我刚要拉车门，我就窜出来了，我砰一电炮，我没抓住他，他抓树上了。追上了，二姐夫，你下手太狠了！好你个小鱼，你敢打我啊你？感觉全是星啊！哎呦，你可太狠了你！行，我明白了，刚才你俩在二号楼互殴来着，是不是？我没想到他能干出这种事来。赵经理啊，你听我说啊，他把我打了啊！你把人打了？你胡说！我是业主，他是保安。我告诉你啊，啊你们都是物业啊啊啊！我可是业主，他敢打我，你可不能向着他。他打你了吗？当然打我了。我小鱼啊，这我得说你啊，这你不对啊。咱们是保安，对不对？咱们是物业，咱们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咱们不能跟业主，业主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明白不？听见没有？我大姐夫说了，我是业主，我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，就是你们物业的爹。你们物业怎么能打爹？对，你怎么能打爹呢？什么爹呀？你干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说？你看看，你管不管？我跟你说，赵经理，我冤枉、啊，我跟你说，都打我，别坑人，你还要打、啊？你还要打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打我，我能打你啊？谁要打你啊？你看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是自己撞树上了。哎呦，街坊邻居，你们信吗？我这么大俩眼睛啊，我撞树上，我瞄得这么准呢，我。你瞄得太准了，小区刚摘的树，我就这么粗，你叭就给撞折了。你太狠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先别说别的，赵经理，我告诉你，哎啊、这个树属于我们小区的公共财物啊，他得赔。顺风啊。你把我们刚才的树给撞折了，对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你得赔，你必须得赔，你赔给我问问多少钱，你掏钱，我给你开发票。我告诉你，我就算是撞树了啊，那也是你们的责任。怎么是我们责任呢？你们采购树的时候，你质量不合格啊。怎么质量不合格？要是合格的树，结实的树，我能撞折吗？你要是种上的时候，你套个钢管，我能撞折吗？套钢管，你脑袋就折了。我不管啊，二姐夫啊，你放心，这就赔吧。你放心，必须赔。啊、这你放心吧。啊，行啊，行。行，小鱼啊，赔。既然我大姐夫说了啊，我赔。行，不就一棵树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有钱啊。哎呀，不就是赔树吗？赔，我赔。行，还有事吗？没事了，没事，走。再见。